图利或是贪污，那他被起诉判刑，我们才能认定他是违反都市计划法，所以我们才能说明这个要求这个金华城来停工。强调金华城案相关人等一旦被起诉判刑就会停工，弊案延烧。不过外界关注停建会不会沦为大巨蛋第二，对此台北市副市长李四川表示，一切依法行政，证据到哪市府就会比照办理。不过民众党立委黄国昌可不这么认为。2024年的1月4号的都发局，他说金北本市都委会讨论审议确认均符合都市计划法令程序，觉得这20%是合法的啊。这个是蒋万安市府所做的结论啊。质疑北院裁定引发外界讨论，因为都发局今年1月的新闻稿被黄国昌认为是为金华城案背书，对此副市长李四川也出面打脸，是符合都市计划法的程序，但是是不是事法，那当然就要看法院怎么判定，所以我们没有说跟他说讲说合法是符合程序，该有的公开展览，该有的都委会都按照程序办理。对于有争议的都跟容积奖励20%，市府并没有说明合法，只是符合都市计划法程序，但是否是法还要看法院裁定。今年5月2号。王玉芬局长面对议员的质询的时候，他用他的专业表示，金华城容积率应该要维持在392才是合理的。议员也质疑，虽然程序合法，但不代表没有图利问题。金华城改建案到底能不能如期完工，未来充满变数。三立新闻江博王佩华台报道。